觉得那个陷阱应该真的可以，以他们以前原住民真的可以抓到山猪。打猎、野炊，要安怎伫咧白族人当中生活求生存？这本来就是原住民上界厉害，而且即马嘛流行有机的养生生活方式。伫咧猎人学校所推出的活动，嘛真受到游客欢迎。那这些呢，我们都可以拿来当做我们的食器哈，这是贵族，我们直接剖一半，这里头可以放我们的汤汁，也可以放你们的菜哈。哎，雅悦美容的生疏可以多放一些些哈，这样子的话刷的会比较快。哦，还弄啊，好几滴先，哇，山珍地瓜叶，刚刚我们自己采的，这是山竹。哇，这个也好好吃。珊瑚礁味道好香哦。刺葱啊，然后有山竹啊，有那个硕帽啊。刺葱。对啊，然后它这边还有马告啊。以前小时候才有机会可以碰到，真的，以前小时候的时候还有机会碰，现在应该都没有了，因为要爬到深山来才有啊，对啊。辛辛苦苦办的菜，当然是要让游客好好享受一下啦。虽然有咱老家吃的物件拢总吃会到，其实当地人未去老家吃太雅族的美食啦。所以今麦所品尝到，才是真正乌来泰雅族上界道地的竹筒饭，啊个马告鸡汤啊。他的时候要叫我们一直捶，越捶越结实，直接做出来的。哦，怪不得他说我是两半。来，大家干杯！哦，赞！马来尼古。乌来一个甲这片山林、大车、温泉。分袂开的所在，走过以前有甘有苦的日子，即摆有来渐渐搁在伫咧转型，大家纷纷走出一片天，嘛创造出家己的世界。有来伫咧有来人的用心，搁有智慧努力之下，创造另外一个予人搁较期待的有来。